谢谢谢谢可爱的祖蓝和祖儿，来掌声有请二位来到我的身边。哦，哎呦，这两位是小学同学，还能够一起在台上用这样的方式来演绎，真的是一件特别让人羡慕的事情。太开心了，开心！而且你们刚才那个学猫叫真的唱得特别棒，在快手 APP 上面就有学猫叫的这个魔法表情。祖蓝平时是特别喜欢我们的快手 APP 来记录生活当中很多美好的瞬间的，对不对？对。接下来就要把一个 OPPO 阿叔交给你啊，用我们的这个快手 APP。你按中间这个键就可以拍这个学猫叫的魔法表情，特别好玩。我们一起来一个，就这个第一个猫的学猫叫的魔法表情，学猫叫这个。对 ，OK， 你就点中间。OK， 来，校友表演，三二一，开始。学猫叫，喵喵喵，哇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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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们真的。OK， 来吧，马上把现场的表演是发出去，对，发出去啊！发出去之后呢，大家就可以登录我们奔跑吧快手的官方账号，去一起参加同框挑战。当然，其实除了这个学猫叫的魔法表情之外啊，在我们这个快手 APP 上还有很多特别特别有意思的魔法表情，是的，就还有什么蚊子叫啦、土拨鼠叫啦，什么特别多。大家如果想和祖蓝、想和祖儿一起到这个快手 APP 上去挑战这些可爱的魔法表情的话，还等什么呢？赶快上快手就可以了。对，所以如果快乐你就拍快手，对，快乐就拍快手。那接下来又是一个特别快乐的瞬间，我们要有请到的是鹿晗和他的街舞团。哇！